家好，我是小龟，他是小 Yuna。 午安，我现在要带 Yuna 出来买饭吃，然后顺便买水果。今天超热的，天气很好，带 Yuna 出来晒晒太阳。Thank you.
回到家了，我们外面门口家里在施工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很早就起来了，八点就开始在施工，就在吵。好，这个呢是我觉得，我还蛮爱的一家菜肉馄饨，应该到处都有那个温州大馄饨，应该到处都有那个连锁店。我觉得他的菜肉馄饨蛮好吃，然后一定要跟他要这个老虎酱的辣包的，来吃菜肉大馄饨，来看看里面的料。它真的很大颗耶，就是我觉得中午可能吃不下的时候就吃，有时候吃不下想要吃点东西喝点汤的话，这个就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哪没有你的份。 OK， 这个烫弄加点辣，刚刚看它的辣椒真的很厉害，重点就在它的辣椒，它有很多就是什么一些哦蒜啊，它主要是有一些蒜啊，然后还有那个豆英豉还是什么。你不要打啪啪的电脑，捣蛋鬼，捣蛋鬼，别捣蛋，去旁边。然后它还有紫菜这样子，我看了一下，它一碗里面有几个菜肉馄饨，刚才吃了一个，两。哦，它有五个，我觉得吃哦，没有，一二三四，对，它有五个，我觉得吃完其实就还蛮饱的。然后它这个菜肉馄饨是一碗70，然后它里面菜应该是韭菜跟芹菜，我不知道哎。但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加辣椒一定要加辣椒吃。如果不加辣椒吃的话，它我觉得它味道没有很重。有紫菜啊，然后还有这个蛋皮。那还有这个一点点榨菜，好吃！你看它这个真的很大颗哎，看一下，有没有很大颗？我看他好像都在台北，我不知道他中南部有没有分店。没有看到，
好啦，我要继续享受我的午餐了。就这样啦，拜拜。